来，我还不知道，对他们两股小两口一言不合就坐床。哦，然后在练舞姿是吗？宪哥当阿公抱女儿，一言不合就着床，逼得要周汤豪生意打组 ban。综艺大热门开播9周年，大来宾请到暌违20年终于回归华语乐坛综艺圈的 Billy 姐。我讲真心话，我第一次喜欢周汤豪是因为跟他相处了那一段时间，好紧张，容易太棒太棒，好不好？要不要交换？交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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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话说啊，今天也是宪哥升格阿公首度露脸，他透露 Vivian 预产期是明年春天，未来想生三个哦。他打第一个月就跟我说，青椒到万丁米饭，你那种嘴巴跟塞蛤蟆一样啊，不是，就是话多，有时候会就讲出来的。他说我还没有三个月不能讲，预产期就是在明年，对，所以做明年。没有，冰果下面还有两只猫，以后才是我。对，嗯，我还不知道，对他们两个小两口一言不合就坐床。哦，然后在练舞姿是吗？哇，那么帅不得了。声音大，对，我们叫贝。那卢主你要加油。哦，哇，后面我跟汤豪努力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跟妈妈讲的，你太骄傲了。随时会爆发。墨镜后的双眼，听到说露露是他女朋友，他就昏倒。强忍着，过人家说的，逃过魔掌哦。宪哥当好，那你们想趁立刻，让三弟弟自己有工作狂。其实他想什么时候结婚生小孩，我都不管。让三女儿跟他交往。开玩笑啦，OK 啊，没有当朋友什么关系。啊，不认识啊，太帅了，怎么会保险呢？比你姐当年就算被骗了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。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，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，哎，他